金城武的舞蹈初体验。其实因为我以前都不跳舞，那为什么呢？坦白讲，我不太会跳舞，真的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一直都不太有兴趣，那可是到最后呢，我觉得我喜欢看别人跳，我觉得他们跳舞我就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想说啊，我也想学习他们这样跳啊，可能很开心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学，因为我进度不是很快，我有蛮笨手笨脚。